前一步缘由身断，下一步自在起舞。一举一动都是一种态度，一种精神。本地舞蹈家曾可为糅合中西，将传统戏曲融入现代舞，带你游走不同时空，在迷失与挣扎之间寻找爱与生命的轨迹。舞蹈剧场500，今个秋天让精神蔓延。